那会开始就穿这套迎接我们？不好吧？所以平常应该没有人看到这一幕吧？应该是我们是独家，让观众粉丝可以看到这么性感的一面。这个全部都是帽 T， 因为其实我本人就是比较随性，所以我的衣服很多都帽 T， 比较中性一点。对啊，因为就运动风，然后有一些性感可爱的啊，或者什么之类的，也是有啦，就是一些这种，哇，这是睡衣，所以你平常穿这个当睡衣吗？也会，也会是不是？那待会就帮我们试穿一下睡衣那一套了，好不好？一个小福利 ，OK 啦哈。好。对，好，哎，等一下。那个狗然后叼出重点，画面黑色的。哎，你干嘛？其实一个女生干不干净，看浴室最重要。这倒是，因为我对厕所还蛮有洁癖的。好，我们刚刚看到一个重点，是你说你跟室友住，那这个房间应该是只有你们住。对。那为什么你在洗手台上面会有这么多牙刷呢？是不是有别的人来这边刷？是不是？不是不是，我的，你的结巴了。我家就是很多人会来住，所以这都是我朋友们的牙刷。是吗？因为他们就是会没有带。应该是不管是同性还是异性都有吧。这是同性，就是我的姐妹们都会来跟我一起睡，这样。Okay. 真的啦。安心大哥，哎，好，这个房间呢，现在交给你，很多暗柜啊，一些小细节，你不要放过。来，五、四、三，还有这个屎。看到吗？床头柜上面。床头柜上面。对，有看到吗？不会是。这个东西是传说中的。不是，这是巧克力，它的成分是乳糖，赏味期限2020年9月哦。哦，那会开始就穿这套迎接我们？不好吧？所以平常应该没有人看到这一幕吧？应该是我们是独家，让观众粉丝可以看到这么性感的一面。就是我跟姐妹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，大家都很喜欢聊一些比较劲爆的话题，就是跟男友在家的劲爆的话题。哦。然后有一次就是关于能力的问题，还有尺寸的问题，尺寸对，或者是在家玩什么游戏？哎，没有玩游戏，没有玩游戏。你玩哪一种？我没有玩游戏。你玩那种医生跟护士？你是玩把戏还是游戏？还是玩医生开刀？对啊，不然不要讲你了，讲你男朋友玩什么就好了。就我的朋友，我的朋友玩什么？这不是一样吗？你现在才发现？你玩什么？你玩什么？就是我的朋友，就是有一次我们在吃饭的时候，然后她男朋友也在场，就是一起聚餐，然后我朋友她就是聊得很起劲，然后就聊到说，她男朋友在家都怎么样怎么样，然后她男朋友这时候就在瞪她，就觉得你又来了，你就是你又要讲这种爆料，又要讲什么，就先瞪她，眼神示意她不要再说了。但我朋友就还很白目，哪有什么关系，没关系啦，然后就说，你知道她在家都会学猫叫然后。她男朋友就大翻白眼，就说你就是会觉得说你怎么可以把我在家学猫叫？不是，她男朋友太怪了。对啊，学猫叫，全部都在学猫叫，真的很奇怪。学猫叫，啊，是那个抖音喵喵喵喵喵，这太怪了。啊，没有，那是他们情趣啊。喵喵喵，什么东西？为什么有喵啊？这太怪了吧？徐怀钰喵喵喵。可爱的，喵喵喵，就是她就在说她男朋友很可爱，在家会学猫叫，我们也觉得蛮可爱的，但她男朋友超级生气，然后那时候我朋友还就觉得很起劲，就是话题聊开了，还把他们在家玩躲猫猫的影片给我们看，蒙眼玩躲猫猫的影片，喵喵，哇塞，哎呦，他是猫，对他们还拍影片，躲猫猫时候叫喵 OK 了。哦，我是喵喵喵喵，谁呀？谁躲喵喵？哎呦，怎么样？这是什么？念出来，快吃不住了啊！你还好吗？好个屁，他完全不行，都不知道有没有五分钟。为了忍住，他慢，速度也很慢，这样就算还很小。哇，你这么渴啊？哎，我忍很久了耶。然后还是这样的表现，乖乖，爱你所选是没错，但。人家就是吃不饱。哇塞，你好开哦！谁？你的是哪一侧？对，你是哪一边的？我是爱你所选的那一侧。你是白色那边？是白色白的这边吗？
你说选，我是在安慰他，好可怜，因为我的朋友很喜欢传这种，就是比较，就是 no， 对。不过说真的，你们女孩子都会聊这种事哦。夜店里面的厕所是最精彩的，女厕所。嚯、哦，那些女的讲出来的话，我告诉你，听着你真是不堪入。你都在那边偷听啊？你在厕所？你在偷听？你在第一间里面吧？你有侧路，我在。那合理多了，合理厉害的伪装。好，合理。听过什么？听过什么？就是。知道吗？那个演员邱恒牛腩呢？恭喜三立新闻网 YouTube 突破100万订阅，我没得喽！